板物袋的运用灵活度高，不仅适用各种尺寸的棉被，且因其载重可达35千克，即使是冬季的厚重棉被也适用。收纳时只需在卷收后粘合魔鬼粘即可，另外也可串接多条板物袋以调整成适当长度。大至棉被，小至小毛毯都能轻松固定，这时是居家收纳的好帮手。然而由于其没有任何防护，因此棉被容易沾染灰尘，甚至可能被虫咬，所以只建议在短期收纳或是搬运时使用。若是在换季时要长期收纳棉被衣物，则推荐选购有完整密封功能的收纳用品。若家中的收纳用品皆放置于地面上，则房间容易显得较拥挤，因此可以参考挂式的真空压缩袋。此商品不仅能将厚实的棉被压缩得更密实，减少其所占的体积，还能吊挂在衣柜、衣帽架等有挂钩或吊杆的场所，且要移动时也非常方便。唯需注意挂钩或吊杆可能无法承受太重的物品，因此为了避免不慎断裂或剥落，建议用来收纳凉被或小毯子就好。若欲收纳秋冬棉被等较厚重的物品，则可参考其他款收纳用品。收纳袋本身若容易吸附脏污，难免令人担心会影响内容物的清洁，故挑选能水洗、具防尘防潮功能的产品，也在选购时需留意的重点之一。此款北欧风收纳袋使用耐磨且防水的 Beva 材质，在沾染灰尘时用湿抹布轻轻擦拭即可，不需害怕会弄湿内容物。虽然袋子侧面没有透明的部分可让人辨识袋中物，但由于其半透明的设计，仍然可以从透出的颜色或花色得知其中物品。而美中不足的是，本收纳袋并没有设计提把，在搬运时需将其整个抱起，因此建议不要放置过重的物品。若家中有多个收纳袋，有时会忘记欲取出的棉被是放在哪一袋里，需要一件件打开翻找，相当麻烦。为此建议在购买收纳袋时，可以挑选侧边有透明可视设计的产品。由于侧面中央大片的透明设计，让使用者一眼望去就可以轻松辨识袋中内容物，有效避免拿错的情形发生。再加上其材质为无纺布，也就是所谓的布织布，虽然使用久了容易脆化、粉化，但具有较其他纺织品轻盈、透气且柔软的特色。另外，它还具备了两侧提把与双开拉链等基本实用设计，除了收纳棉被外，亦可放置换季衣物，十分万用。此款大容量的长型收纳袋有别于其他款棉被收纳用品，由于其形状扁平且高度只有15厘米，因此非常适合放在高度不高的床底空间。再加上因两旁都有提把设计，不论从床的哪一边拉出都非常方便，也不会有必须钻紧床底拿东西的窘境发生。另外，此收纳袋使用的布织布为三层构造缝制而成，且其中添加竹炭纤维，既扎实又具透气性，不怕棉被太久没用会产生霉味。若您正在苦恼该如何活用床底等低矮空间，则不妨考虑以这款商品来收纳换季棉被。Piva 材质具有防水防尘、质地柔软、无毒无臭等特性，因此用于收纳婴幼儿的棉被衣物也能相当安心。除此之外，其竖口袋型的设计较箱型的收纳袋不占空间，可以轻松收入衣柜或床底的空间中。再加上其外观的插图风格甜美，即便置于客厅或房间等肉眼可见之处，也相当可爱又不突兀。除此之外，因为本商品的材质轻薄，在平时不使用时，只要确实的折好压平便能收进抽屉等处。因此若家中的收纳空间不充裕，或是不想另外挪出空位专门放棉被，则不妨考虑这款可一物多用的产品。本产品在材质上使用桃皮绒，不仅能防霉、防潮、防虫，最重要的是因无胶涂层，故可用水洗，即便弄脏或直接放在地面上也无需担心，
此外，加宽提把的设计使其能承受高达50千克的重量，且由屋提把采用延伸至收纳袋底部的省力设计，能让使用者在拿取时更轻松方便。容量大且好拿的本商品不仅适合作为平时收纳用袋，在搬家时也非常便于搬运棉被和衣服等物品，甚至在外出旅游时当作行李袋也没问题。此收纳袋共推出三种尺寸，并且有多种颜色，读者们不妨依自身的使用需求选择自己喜爱的大小与款式。棉被若于橱柜中尘封已久，可能会产生异味，而 Sfun 推出的竹炭纤维棉被收纳套便针对这项问题做了改善。其材质中的竹炭纤维气孔数量为木炭的数倍，因此吸附力强，能带来吸湿、除臭和抗菌的功效。不仅能令内容物保持整洁且卫生的状态，还能有效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。除了袋子本身的材质外，其他小地方的设计也毫不马虎。例如在侧边特意使用了透明膜材质，让使用者能快速辨识收纳物，而两旁的提把设计也提升了搬运时的便利性。基本功能一应俱全，加上能长久保存的特性，对物收纳换季棉被来说是相当实用的好选择之一。由日本品牌双山推出，虽然主打收纳衣物功能，但其实种种设计都十分适合存放未使用的棉被。以三面金属承重支架支撑，结构坚挺，不必担心放入体积较大的棉被后使箱身变形。另外，设有前开双拉链及双面透明式，置放高处也能轻松拿取。最特别的是布面箱身结合塑胶上盖的设计。一般市售收纳箱多为一体成型材质，非塑胶即是布面，但本品的设计更利于堆叠，不必担心因底座不稳而倒塌。提把部分也贴心奉上加固垫片，搬运时不怕断裂，是一款功能面面俱到、外观质感简约的商品。 IKEA 推出的 SCUB 系列有丰富的尺寸供选择，其中不乏适合收纳棉被的大小。这款接近正方形的收纳盒三件组不仅容量大，提把设计让人更好拿取放在高处的物品，还可以并排塞进宽100厘米的衣柜层架，适合想系统性整理棉被的读者。本体收纳上也不必担心，只要拉开拉链即可折叠收进任意处角落，不怕占去家中空间。若衣橱仍有足够空间及深度，推荐可以搭配本品使用，将棉被收得整整齐齐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